好，我们接着法融法师的这一段，从第三十段开始讲起。水水无拣择，明心不现前。复虑心暗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复难除。如果随着心去而不知选择，智慧的心不会现前。如果考虑到心是无明，如果不无明心去修行，智慧又不到了场所啊，讲得莫名其妙。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用心，不要随着心去转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修行，得到这个成果。这就是观心的法门，用心去观心，用心去修心。你修来修去，你首先第一个心你都没有搞清楚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你怎么样用心，你心你都抓不住，你还怎么去用心？所以讲来讲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很烦呢。法轮法师也说了，有此不可用，不可有，寻此不可寻。如果有选择，选择都是不存在，无拣择就真择。如果不选择，才真正的选择。得暗出明心，如果要得之无明而去找智慧的话，虑者心愚昧啊，想不明白，存心托功行，何论智障难？智佛方为弊。如果有佛可求，真正的错误，智佛方为弊。这也是在讲他用心的法门了，他就是告诉你不要用心，不要用心，也不是说不管心，但是他并没有讲出来真正参禅跟用心的法门是什么，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只告诉你不要用心，啊，不要用动妄想，不要动念头，啊，不要这个这样，不要那样，不要那样。否则的话，都是得不到智慧，这就是他讲的。然后呢，这个柏林王又问了：“则中消息间，在消息间时亦难安铁，自非用心人，此难终难见。”那么，折中消息间，在你修行的中间，你有时候进，有时候退，有时候觉得好像哎，有一点心得，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哎呀，是哪年哪月才能够破参悟道啊？对不对啊？心里实在是没有把握，时亦难安铁。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用功的人、修行的人，你是很难得到，很难破产。好了，法融法师讲的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跟 Michael 翻译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他好像讲，总算讲了一点实证的东西了啊。他是说，在修行中间要得到消息，这个消息，所谓的消息，也就是你的境界了啊，参禅的境界，不是说难或者易，换句话说，参禅不是很难或者很易的，很容易的。你说它很难，它真的是很难；你说它很容易，它其实也很容易。好了，下面这个时段，我认为是法融法师所告诉我们的，表达的他认为一个参禅能够得到成就的一个步骤跟方法。第一，先观心处心，先观
心处心，就是先要观心在哪里。你今天参话头，就跟你念佛是谁，这个念佛的那个人是谁，要观心处心。观心处就是你在参话头的那个心的那个人在哪里。次推字中字，再看字中字。所谓字中字是讲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讲参话头的方法，第二个就要选话头，字中字，这是我的解读啊。至于法隆禅师有没有那么高明，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解释，我不知道。这我的推论啊，就是你要选定话头。选话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应机。如果一个话头不应机，基本上它是一个死骨头，而是一个死话头，而不是一个活话头。这个过去我们禅宗讲，话头有两种，一种叫做死话头，一种叫活话头。过去的祖师说，凡是能够让你起心动念的，这些会干扰你的，通通叫做死话头，因为会把你弄死。而不会干扰你的叫做活话头。过去祖师们是这样解读，我的解读不一样。我的解读是这个话头跟你是不是相应。每一个人都是我执很重要，以我为中心的，其实以我为中心。所以你选的话头，如果离开了我执，离开了我，基本上这个话头是没有用的话头。没有用的话头，我的定义叫做死话头。我的定义跟过去祖师的定义不太一样。我是现代祖师，定义不一样。如果你今天参的话头是跟你有切身关系的，那么那个东西就叫做活的话头。因为你参这个活的话头，你才有迫切要解决的意愿，那个话头才能叫活的话头。你今天跟一个基督教人说，我有基督教的学生，我几年前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参禅，让我教他怎么参禅。我就告诉他，很简单，你信的是什么？上帝，阿门，对不对？好，那我就说，那你就参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天堂，天堂在哪里？天堂看不到啊，何必参呢？这个话头不起用。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相信上帝，他不可能怀疑上帝，他也不可能否定上帝，所以这话头就没用了。好了，那我就叫他换一个话头。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困难？有。有什么困难？哎，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教这个基督教法，不知道怎么样去弘扬他们的这个基督教法。我说好，这是好话头。非常好的话头，就跟我在中国打禅的时候
凡是我碰到和尚来跟我参禅，我就告诉他，你给我参的话头，就是你为什么出家当和尚。哎，我出家当和尚是我的心愿呢、啊、我要普度众生呢、啊、那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说那些都不是。那你出家干什么？跟这个基督教也一样。我说那些都不是，那你就参，怎么去弘扬你的徒子徒孙？这就是话头。所以话头要跟你的身份、跟你的心愿、跟你的心意要相符合，你才有兴趣去参，你才能够抓住要点去参，你才有可能专心一意的去参，你才有可能达到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境界。只要你今天能够做到打成一片的境界，我保证你，不管旁边有没有禅师，不管我在不在身边，你都有很大的机会破禅。因为这个破参的法门其实是非常的殊胜，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悟，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怎么自悟。你不懂得自悟的时候，那你就要到禅堂来，靠老师来教你带你，你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太可能。第二个，自重之，所以你选的话头一定要选对。第三个，照推。照推呢，就是说你要开始参话头了，要开始参了。话头选好了，要怎么参？照推就是刚刚我讲的，推理下去，先推，对不对？一般来说都是先推，然后再否定。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警察破案的那个故事一样，先推理。因为你的习惯动作是推理，所以呢，我不能让你跳过这一关，所以一定要让你走场走一遍。走完以后，你没有办法推下去了。当你没有办法推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能够进到参的境界，才能够言语道断，才能够心行出面，否则的话你不太可能。第四叫通无忌。通无忌，这个讲的无忌呢，就讲的是假的空，叫做无忌啊。那么很多人有这个境界，也有这种体验，突然什么都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跟我上次骂那个骂几个和尚，他们跑去那个云居山去修这个一行三昧啊，七天七夜不睡觉啊，然后呢就在那边念阿弥陀佛，练到自己脑袋都空掉了，然后他来告诉我说他证入空性。我说你证入的什么空性啊？如果你连无忌跟空都弄不清楚，那你是非常的悲哀。无忌是你用强迫压制的方法，把你的意识压到无，让它产生了一个
类似空的境界，这种情况叫做无际位。跟我们在打坐破参的那一刹那的空，那是两码子事。所以很多人修行，这叫邪精进。啊，我看他们这个基本上所有汉传佛教的这些禅堂们，哎呀，不要讲谁了，每一个都是一样，早上三点钟起床啊，精进。啊，晚上十点钟睡觉，精进。啊，每一次香坐四十五分钟，精进。啊，不准睡觉啊，不准打瞌睡。啊，只要一点头就一棒子下去，精进。啊，日本的禅师更邪恶了。日本学我们中国禅，我看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录影带，把我笑的肚皮都笑破了。永定寺在日本很有名，它是禅宗曹洞宗的主题。岁末禅期，哎呀，不得了！这个跨年岁末，十二月年底，一直到新年初一，整整七天，不准睡觉，就在那边打坐。然后呢，那个禅师呢，也是稀里糊涂的胡说八道，拿了个棒子，然后看到哪一个人头一点，就梆当一棒子下去，梆一棒子下去，自己把手都快打断。七天不睡不精进。这种叫精进。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啊，我不吃不喝不睡啊，我就是精进，那是邪精进。看到这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好笑，没有办法。现在这个禅门啊，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大家都在那边胡搞瞎搞。所以无忌是很重要、很麻烦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过一点经验，过去在修行中间，因为打坐不得法嘛，也没人教嘛，都在那瞎搞嘛，对不对？自己在那瞎搞，自己瞎做瞎，哎呀，我们人呢实在是非常的聪明，没有人教你，自己可以创一套方法，瞎搞。哎，突然有一阵子发现，哎，不对，脑袋怎么空了？想不起事情来，记不起事情来，见到人说不出，叫不出他的名字来。哎，我想不对了，还好我教理比较通，我说这个不对，这个非正法，就碰到无忌位了。你碰到无忌位的解决的方法是非常重要，你们要注意听。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瞎胡搞，搞成那个无忌位啊，没有人救得了你，别告诉你啊，乔某人告诉你现在怎么救你，你就要把这个看到一个张三，你忘掉他叫什么名字，你就要一直想这个问题，一直想出他的名字来，以后才放手。用这个方法来破掉的无忌，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们在修行中间，好了，第五个阶段，就你参禅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参了参了空掉了。不是空掉，那是因为你参得太猛了，跑到无忌位去了。第五是解脱，解脱呢，在我们禅宗来说就是破参了。你在打成一片非常意志集中参禅的情况之下，你碰到任何的外缘，听到声音，看到东西，都有可能让你破参。破参当下，身心非常的愉悦。像这个
小孩子出生的小孩一样，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脆弱。第六个阶段就真伪，真伪就是你要判断他的破绽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大的、中的、小的。大会稿他自己说他破绽小破数百次，中破数十次，大破一两次。哎，大会中稿讲的啊，他参禅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你参的话头跟你的破参的境界它是相关的，所以叫做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大疑大悟。话头太大不容易破参，话头太小很容易破参，但是破的不大，你只是破掉一个话头，一点小小的感觉而已，没有见到空性。破参你必须要去判断它的真伪，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当然也有小的、中的、大的，是不是彻底，这个都要去做一个分辨。这个为什么，就是要去找禅师来印证。很多的禅六祖大师在的时候，很多的禅师都去在印心印证六祖大师，判断他到底悟道没有。第七，知法本。知法本也就是你见到了真如法性的空性，一切诸法本来皆空的法性实相。第八，慈无为，慈悲喜舍。这个时候你要到世间去游化，去游善，去行脚，去跟众生接触，然后用慈悲的心来接引他们。片空音。第十，云与背，去度化。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云与背。片空音也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刚刚是讲的是里无碍跟事无碍，事无碍以后回过头来，你要把你自己的理论基础要弄好，才能够开始去度众生、接引众生。这就是我认为法融禅师所提到的一个禅宗的一个修行的次第，这个是我看的最顺眼的一句话。三十四段讲空假宗啊，最近彼无觉，无名生本质啊，镜像现三业，幻人化四句，不住空境空边境，当照中有无，不出空有内，未将空有聚，是名为折中啊。那么也就是所谓非空非有，折中就是进入中道实相，空假中。先观诸法皆空，空不了啊，你明明看的是有啊。好，那你空不了，那你就观有，
但是你要观它是一个假有，假有就是因缘和合而生才有，因缘和合灭了就没有，这叫没有，这叫假有。有还分成假的有、真的有、幻的有，幻真空生妙有，还有妙有、妙有、幻有、真有、假有，有都分了好多种。最后你才能够不着两边而到折中，折中就是不讲，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所以这个时候才进入到中道实相。我们很快的再讲几段吧。啊，柏林王又问了，另外有一种人善解空无相，口言定乱一，复道有中无，同正用常集，知觉即常用，用心会真理，复言用无用，智慧方便多，言乱与理合，如理自足，不由是心会，即知心非，心会非，心心复相明，如是难知法，永绝不能知，用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那么这就是柏林禅师，柏林王就讲了，现在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自己以为理上非常的巧辩，善解空无相，换句话说口才很好，你让他讲空啊，他能够讲出十八空、二十空、三十空、四十空，什么空什么都能讲，什么都是空，那讲的就不空啊。有很多人口才非常好，我现在听很多法师啊，那口才辩才无碍啊，那真是不得了，那自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口言定乱一，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呢还复道有中无啊，有跟无都没有搞清楚，有跟无它不是对立，佛法如果是对立就不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有是妙有，无是本无，本来就无，这样子的人基本上来说，口才太好了，没有任何的实证的经验，这种人他永远没有办法明了。法隆法师就回答他了，别有证空者，另外也有自认为正的空性的人，就像前面的句子所讲的，住在空中守住即灭，行空守即灭，世间暂时翻，就是你以为是空，守的是一个没有念的一个无际位，自己以为是真是心量，自己以为是证到了空。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成天在耍嘴皮子，成天在搞辩论，成天在搞文字，你证到了空
都不是空，你根本就不可能见到空。然后只会拿了文字在那解释，就是说习心用，多字一相似，这都是相似的东西。良有性不明，求空且劳矣。空不是求的，空是要证。你跟那些没有破参悟道的人讲空，你怎么讲，他也都是有，他认为有，所以他对于智慧的空性，他根本就不明白。然后一直在错误的见地中，抱着这些错误的相境界都不知道。这样子的人，即使放光遍动地，于彼欲何为？放光动地是八地菩萨的境界。这样子的人，他即使有这个神通，能够放光，能够动地，放光动地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八地的境界。但是现在很多的外道啊，他用小神通的方法，他也能放光，他也能够动地啊，但是这个跟八地无关啊，他只不过是忽悠众生而已。然后这个柏林王又问了，前见看心者复有锣鼓难，是曰看心有锣字，幻心何待看，况无幻心者从容下口难。这边就讲到了这个幻，就是说前面讲到那些观心法门的人，你用动了一个念，找一个心来回过头来去看反观自己的心的时候，还有很多维系的困难，维系的障碍。所谓的思惑跟见惑，那么菩萨要到了初地菩萨才能够破见惑，好像是到八地还是三地菩萨才能破思惑。思惑就是非常维系维系，像一根丝一样，叫锣鼓。锣这个字念什么？念壳还是念鼓？就是表示说非常维系的思惑，这个是你破不掉，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是破不掉的，不是用嘴巴在那边扯啊。佛法的衰败就是大家只动嘴巴，都在那边瞎扯瞎胡闹。然后这个三十八段，普林王又问：久有大基业，心入刹复间，得觉维系障，即达于真迹，自非善巧事，无能觉此理。唯仰我大师，当为开要门，引导用心者，不令此正道。普林王说：久有大基业，就是我修行也修行蛮久了。修行很久，这个跟你是不是能够悟道，跟你的戒腊没有关系的。去年我跟那个这边的这个玄奘寺的住持行海法师到那个一心禅师的那个鹿野苑，加州鹿野苑的
法禅堂，一心法师的道场、啊、很大，300亩地，三里面，然后禅堂也修得很大，一两百个比丘啊在里面修行，修行一心禅师的法堂，正念，正念 ，mindfulness， 然后呢，新来法师就跟我讲。他说我去那边呢，他们都叫我长老。哎，我说他们为什么叫你长老了？因为我的戒腊最久，啊，戒腊就是我出家最久，18岁就出家，戒腊，所以我叫长老，所以他们就请我来给他们开示禅法。那我说你跟他们讲什么了？他说哎呀，我就胡扯了一顿。那我说你18岁出家到现在也算很久了，出家很久了。那你有什么成绩吗？他说我啊，我一出家就跟着我师父修庙啊。每天就跟什么这个什么水泥工啊、木工啊、铁工啊、什么工啊，在这边打交道，啊，帮修庙。我说你修了几个庙？修了两个庙，花了20-30年修了两个庙。我说你修了两个庙也算功德无量，现在应该来开始学学佛了，啊，所以他在这边搞了一个禅堂，啊，然后呢？墙上挂了一个念佛是谁，拍了一个照给我，拍了一个照给我，我就笑。我说你知道念佛是谁吗？哎，虚云老和尚不是要我们参念佛是谁吗？啊，那你第一个字叫的念佛是谁呀？你不是成天在念佛吗？你不是在参佛啊？你参得出来吗？两下就参倒，所以修行啊。我在西安有个学生跟我打禅啊，一参禅，第一次参禅，他就趴在地上大哭大叫。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魔，好可怕的一个魔。我说魔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就是魔，你怕什么？你将来死了就是他，就跟那个阿难尊者一样，观音菩萨说变成一个很大的面燃大士，很可怕的一个魔。阿难尊者说你是谁啊？我是谁？啊，3天以后你就跟我一样，你就是一个鬼，吓得这个阿难尊者跑去求这个师尊救他。参完之后，碰到鬼了，说你自己就是鬼，怕什么？那太可怕了。那我说念一部地藏经吧。在旁边念不给他去回向，回向完了之后下午又参，参完之后他说咦，参到他前世是一个修行人，在那个西安的城墙底下跑香，旁边一个老太婆说破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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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在念。我说你看看吧，前世不修行，即使出家人又是个屁用，今世还是堕落啊！你前世没有破参，今世你还算有个因缘跟着我学禅。所以啊，前世今世都是一样，前世当和尚，今世就当混混，今世当混混
还是说不定又当和尚。啊，这个人呢，众生随时在变戏法的，随着因缘在变戏法。最后一段，法隆禅师说了，法性本即业，法性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换句话说，你要证道空性，你要认知法性实相，这个跟梦境不一样。实相为细生，色性常不误。如果你要用色心去参，色心常不误，从色法上去参禅，那个是悟不了道的。忽闻纯净土，哀悯哀怨悯众生。忽然遇到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同情众生，同情众生蒙昧，哀怨悯众生。哎呀，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众生，我们自己本身也很痛苦，但你看到别人，你还要去普度众生，可笑的。托于广设问，报以内长明，生死幽静策，毁誉心不惊。野老显分达，法相窥来仪。萌发群生要，还如色性。心中自己已破了参，自己悟了道，那是通宗，还要通教，对望讲法理，碰到一些成天要跟你辩论的人，需要跟你讲理的人，也不参禅的人，太多太多了。大家以为学佛就是把书读一读，把教理懂一懂，然后多做点善事，诸善奉行，诸恶莫作，是诸佛教，不够的。最后结束，显庆元年，萧毅载一载萧元善请助见事，迟迟不豁免，随命入室，上手之言，付诸法印，令一次受传授，将下山为中原，吾不复见此善意，此鸟兽哀嚎，愉悦不止。安前有四大同树，仲夏之月，孵而雕龙，不及而是吉隆山。这个时候到公元656年，这个时候地方的官员要请法隆禅师来建一个庙，法隆禅师叫这个大弟子智眼禅师把法印传给他，然后自己就走了，同时说我不再回来了。鸟兽哀嚎，这个都是神话了啊，然后这个无疾而终。法隆禅师，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解释他的生平啊，也很勉强啊，其实应该讲的更详细一点。那么他的生平事迹有很多的疑点，
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需要考证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是讲的是五灯全书，所以我们就根据五灯全书来讲。按照这个道宣律师，道宣律师跟他是同时代的人，世祖，他写的《高僧传》里面讲到世祖道信的时候，没有提过道信有这么一个徒弟叫做法隆禅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公案，法隆禅师到底是不是道信的弟子？那么我们禅门里面常常都会看谁有名就去挂个名，但如果法隆禅师的道行是这么高的话，我认为法隆禅师的道行是超过了世祖道行，他自创一派。很可惜他没有得到衣钵的真传，否则的话可能我们禅宗都要改写了。如果法隆禅师当了世祖，我相信大概就不会有六祖慧能禅师啊，两个是不同的风格。法隆禅师的风格与世祖道信的风格与五祖这个五祖的这个风格也是都不一样。那么每一个禅师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他自己的一个发心因缘等等。我们这一切也就是孤妄听之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总算把法隆禅师的这一段讲完了。其实他的，如果他讲的都是真的话，不是他的弟子帮他编的话，因为我是很怀疑有很多禅宗的历史都是徒弟们在那边瞎编的。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禅师。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